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大学的时候就在以前啊，大家应该知道以前老师那边打工，然后毕业之后就去那边上班，然后上了三年之后又去念台北艺术大学的那个建筑研究所，就是古建筑这方面。然后之后毕业之后，我现在在北京清华大学念博士，所以就是一直在研究建筑这方面。所以说呢，余先生现在在徐我这学期，我这学期在家。欸啊、所以你最近最近在台湾？我起码学籍在北京，哦、我人在台湾。但是你起码上班是在北京。我起码无上班，你知道？我起码都在写册。然后之前跟国庆认识，是因为他在弄那个税务出招所的事情，他就跑去以前的老师那边寻求资源，然后就见过他一面。觉得他非常热血，我觉得我也是很热血的人，但是我热血的通常都会被现实所浇熄，所以不得不窝在公司上班，或者是就是一直要在台北处理很多事情，就比较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可以真正下来做很多事情，因为其实台湾的古建筑的保存情况大家应该也很清楚。就是实际上不算很好，但实际上能够起到大作用的都是这些学者专家。但是像他刚刚讲，不要讲，就是某个老师，反正老师他们是台南派的，他们都会跟那个跟政府有一些合作关系，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包袱的。然后可能底下养一堆人啊之类的，所以他也不能够说。太跟政府冲上反调掉，所以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啊，因为其实他们才是真正能够有力量可以改变。对他们讲的话，他们是古籍审查委员啊，可以改变政府的一些做法。你等一下，徐大哥，你现在讲的，我们一直也在讲的，现在新闻系那边，特别是新闻现在媒体大部分都是知名度型那些，不是。都被绑住了，没办法。我们现在都不晓得我到底在看广告还是看新闻。我觉得哈，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是假。对的。知道之后就会很痛苦。对啊。就像你讲那个，到底是看广告呢，还是在看？所以我家自己上装了一个卫星电视，我是去看国外的新闻。哦。那我们就题外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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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点时间嘛，然后大家没什么事就看一看。没关系啊，我之后看要不要你看过之后再放上网，这样怕你如果觉得有讲的不适合放上网的地方。没关系，因为我都不会讲到人。哦 ，OK，OK。Okay, okay. 那这个剪花是我写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水泥尿。就水泥盖的庙，是算比较近代，主要是光复之后。然后我在做全台湾的庙的填调的时候，我顺便收集这方面的资料。什么叫简化？你们知道什么简化？简联吧，江联，江联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剪纸啊。是啊。大陆是叫简化。简化。那你说解决也没有错，但是我想要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简化不只是简，以前就是至少在日本时代那时候啊，什么叫简化？就是泥塑、碱盐跟胶子陶这三个东西合起来叫简化，叫做真灰塞，就是说你要这三个东西都会做，才是一个。合格的事情，但是在业界来讲，也未必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三个东西。像台南派的那个叶静义，哦，叶静路他们这一派的，就是他们比较不做胶纸陶器。嗯，那像北部的话，就是
算泉州厦门这一派的，他们的家族就做的比较足一点。因为这个 PPT 是我之前在北京放给大陆同学看，我就放了一些中国的一些电诈骗。